1919騎腳踏車反台活動，串聯於台中、台南、宜蘭、花蓮、新竹、高雄以及台北七个縣市的車友一同參與，以騎腳踏車並捐款的方式救助急難家庭。第一站台中已经伫二十号举办，今仔日登场的台南场是第二站。活动一透早就吸引真侪车友伫生活美学馆，伫个主办单位的热心操带动之下，和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，又搁有活力。就像你爬坡一样，必须要用的才有办法去扶出来。接下来，准备加上两个侧边的，手给我，记得转动身体，很重要的，在这里转动身体腰部。You。台北富邦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董事长白秀雄表示，现在一个台湾，两个世界，真正有真侪急难家庭需要救助。1919爱走动骑脚踏车的活动举办，确实会当有效帮助弱势家庭渡过难关。台湾是一个台湾，两个世界，那么真的有很多的急难家庭需要我们大家来救助。那我们相信呢，有了你1919爱走动，那么一定能够帮助这些人。尤其是我们有排名第一的赖市长的亲自来参加，我们相信我们今年一定能够顺利达到我们的目标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市长赖清德为着要呼吁社会大众关心弱势急难家庭，一透早参加伫个台南生活美术馆举办的1919爱走动骑脚踏车环台活动，甲台南的在地车友一同串联爱心，响应救助急难家庭的活动。我们中华基督教协会救助协会，对全国濒临弱势的这个家庭的帮助。这11年来，总共帮助了6500个家庭，光我们台南市就超过400个家庭受惠。这样的帮助，对目前国际景气不佳，国内呢也受到重大冲击的状况之下，对濒临弱势的这个家庭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帮忙，我非常感谢。那当然，这个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。是全国了哈，一站一站一站，用这个骑单车全国最喜爱的一个运动，换取国人对这些弱势家庭的照顾跟关心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事情。台南市呢也很高兴能够共襄盛举。今仔日的骑脚踏车环台活动路线是为生活美学馆出发，有1300名的亲属共同参加，人数创下在地纪录。除了急难家庭救助计划募款造势，报名费的募集也超过45万的关怀基金。参加的民众嘛，拢学了讲健身，又搁做公益，嘛，予囡仔一个品格教育的机会。